哈，叶天宇哥哦，真的很不贴心呢。明明知影你卡受伤，搁互你一个人安尼病院饭店两边走，哪有人做人啊？才做到安尼？啊，是安怎？我无代志啊。哪有可能无代志？无代志，你目眶会红红哦。 我平常时讲着天宇哥，你拢会马上替伊辩解，今仔日定定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我感觉天宇可能甲你讲的同款，外面有其他的女人。敢是吴家秀？这我袂当确定。啊，你哪会哪咧讲啊？你是发现啥？ 我在天宇的裤子口袋里面发现一只耳环，但是不是我的。我本来以为是吴家秀的，所以我跑去试探他，但是他说那不是他的。伊可能是心虚啊，就算讲你看到，伊嘛会当卖承认啊。这我唔知影，但是我伫天宇身上闻到甲家秀同款的芳水味。 虽然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巧合，也不可以因为这样就怀疑他们两个有暧昧。但是我心里来，真正袂得过。而且现在跟天宇走得近的人，也就只有家秀而已了。不要紧，我替你去调查。唔免啦。咱两个是上好的姊妹仔伴呢。 你为着这件代志，请你还艰苦，我哪有可能无跟你斗相共？今仔对我来讲上重要的是阮爸的身体健康，其他的拢无要紧。无要紧，你哪会目眶红啊？你才看你爸爸咧照顾阿伯，也无看你这么艰苦啊。行，莫讲遮啦，我想要回饭店去拿我爸的生活用品。 我昨天准备好了，今天忘记带了。哎，Elsa，我等你饭店替你提啦。你到底要病院看医生，啊，你若是伤势恶化，变成蜂窝性组织炎，啊，你就麻烦啦。好啦，麻烦你啊。好啦，啊，我顺便跟护理师来跟你斗三工。 我无想要等你，要先去食饭啊。哎，嘉秀。志文哥，你哪会来这间饭店？哦，我朋友在饭店无带新娘啦。啊对了，啊你伫遮？我来看朋友啊。哦。志文哥，你头部顶面哪会有彩带啊？ 哦，拄只啦，我替朋友哦闯关啦，去互彩蛋哦喷到规身躯啦。哦，诶，啊，搁有无？诶，搁有，你莫叮当啦，我来给倒三工。哦，好，麻烦你。喏。啊，多谢你哦。没。啊，时间无早啊，我来公司开会啊啦。等到机会哦，记得面哦，再开讲。哦，好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 小小，敢不知影你伫倒真久啊？你莫聊这个安尼，我就会原谅你伫倒。你袂了对我生气，因为我等你解决问题，还佫有。 我无希望任何查甫人咧看你，我更加无希望看到你对别个查甫人笑成恁。你哪会安尼讲啊？敢讲你是因为看到我甲志文哥讲话伫遮吵？志文哥是我三姐小姐啊，啊我拄到伊，甲伊讲几句话，也毋才有礼貌。
我知影，也毋过因为你是我心爱的人，有任何查甫人接近你，我都会感觉无欢喜。真好啊，即摆你总算了解我的感受啊。逐摆你甲慧玲讲话，啊，搁有伊看你的眼神，我嘛真无欢喜。我是比你艰苦过啊十倍，所以你一定要实现对我的约束。 赵天宇甲吴家秀一定有问题，想袂到真正有我抓到吴家秀，你竟然甲公明正大安尼诱拐别人的红色，你这个狐狸精，真正就要见笑。妍希。 我有代志想要你甲我斗相共，你敢会当找几个脚手脚力有力的人给我？处理什么代志，你就先莫问啦，我再找时间甲你讲，好。